我们再来带您来到高雄的生活节市集来逛逛。透过年轻人创意为农村注入新活力，高雄永安新港社区举办市集活动，有的吃又有得玩，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参加。希望可以把我们的高雄永安新港推广出去，然后也把我们在地最好的渔获做一次的行销。发现要结合在地居民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就组成了安亲班。透过这样子，我们把青年人召集出来，众人就有力量，然后我们就开始集体行销，做自己社区的品牌。他们这一批年轻人投入这个社区结合这个文化，然后产业生活生态将社区来做一番的这个改变，真的很不简单。运用在地食材打造创意料理，首次登场的海岸餐桌搭配乐团表演和海岸美景，带给民众难忘回忆。由返乡青年成立的农村青年军，希望透过举办活动来推广自家社区。西港社区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农村再生相关成果的一个典范，那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向外更大的推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哈。那么我们希望未来这个西港社区不只是自己成长，也要带动附近，带动整个高雄农村的相关的发展。高雄市政府推动区域资源整合耕留农村计划，提供年轻人与社区合作舞台，不只带入创新思维，让大家看见农村的蜕变，同时也希望引进人潮，创造更多商机。记者曾文报道。